大家好，我叫韩俊龙，我是 A2 加二班的学生。我在东莞大学学汉语一年了。在东莞大学老师们很热情。每个月一次有考试，每次上课的时候，都没有时间休息。学生们紧张的学汉语，所以我选择在东莞大学学汉语。如果你学汉语的话，我建议你来东莞大学学汉语。我还建议你努力读书。多跟中国人加入吧。